他这么小，他看羊吗？就跟那坐着吗？他那羊脖子是负一感觉。他就一直在旁边就看着羊。哎呦！转圈。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，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走下去？我们失去的自由，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谁知道想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。